门面上了，我待会还要再教你一个吃法。你先怎么努力？不是不是，不要卖关子好吗？留几块肉干嘛？特别香，只吃苏子叶的。挑战只吃，其实还是挑战无表情吃苏子叶。这你这能有啥表情啊？我说实话还是很有一些怪。你这样，我给你调一个，你无表情挑战一下，可以吧？咋调？这是我们现在桌上的东西，不是乱七八糟的。但你们谁能给我形容一下？这苏子叶它的味道，你等会儿再吃肉，能不能不让我等？你先吃点。为什么让我等？能不能什么？能不能什么？你要加你加一块，多加两块。哎，你挑战吃下我这个呗？你没加肉啊？没加肉，是没有肉。按理说在这家店，怎么了？不是他不是挑战无表情吗？你这个好多蒜，反正。以蒜和辣椒为主菜。哎，你这样，你既然到这儿，对，你再快点酱，自己再嘴里过。我说你刚才把蒜全倒进去了，没，倒了六片了。倒了六片了。一头蒜，辣椒好像。对，可以吗？上头不？让我把它蘸上。来个生菜，哎，白菜行吗？给了个白菜，给我个生菜，给生菜绝了！哇塞，你这个绝了！啊、你让路上挑战。我没说挑，我可以，但是我没说挑战。不是，可以，但没必要。他没有吹那个牛，知道吗？对，这是问题所在。我可以，但是我现在不想。你会觉得苏子叶有特别多奇怪的味道吗？不是说那种奇怪味道，不是说难以下咽，是很独特的一种。那蒜也很独特呀，蒜不独特。你看已经开始自嗨了，我觉得你上头了。我也多了。你这，我不是，我就是单独吃一个。我跟你说，艾哥就是饿了。我真是饿了。你给你把镜头得。我这一哥，你看啊。鹿晗请吃饭，就选点这个。小朋友们啊，让葱啊，服务员，肉都不给吃。再帮我上十份。我们为什么就是为什么要不吃的呢？因为他过会要起搭配的那个。啊、会老吧一会儿。没关系。那萝卜也好吃。萝卜好吃，萝卜真好吃。完了，没有肉，没吃肉，吃萝卜。吃萝卜，以前让萝卜吃。我那个时候啊，没事，毕竟40多岁了。想当年啊，什么苦没吃过？他说你40岁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人谁能让他出去啊？保安呢？保安。这肉你再不吃饱了，再不吃。哎别，我们凉面来了。这怎么比上回大？没有，这是迷你式凉面。哦，谢谢。哎，好。哎，给大家展示一下里面的冰，我这真的能看出来吗？这边有冰，鸡蛋，两片牛肉，黄瓜，配菜。对，这个是白醋，然后这个是冷面的酱，红色的，也不辣，其实你放多了也无所谓，就是不辣。然后这个是那个芥末，黄芥末汁。你看，先倒了啊。我的话，我会倒一堆。一堆白醋，我喜欢吃酸的，完了再倒，我也喜欢吃上头的。芥末很爽。哇，这么看啊，谁这么割？这么凶的吗？必须这么凶，要不然没有劲儿。完了再搁点这个，一点空气不给吗？我半小时试一下。面酱，你看啊，这里边还有这么大块的冰，全是冰。别抖，不是，别抖，我害怕你，我不给你吃。我这一碗真不够，给我一根好不好？行，我给你拿我的，行吗？给我一袋就行。但是我只尝一根，我尝尝我的味道，对不对？我只取一瓢，这个、其实主要还是喝汤，不行，醋少不够吗？太淡，什么不够？醋不够，整个味道太淡。哦天哪！因为我比较喜欢调，我是一个。有自己口味风格的重口味的玩家，对，有自己要求。
还淡，要命的酱，黄芥末，黄芥末，要命的酱，白醋，还淡，必须这么凶。啊，你不要定了，我要啊！我看你的账了，快起飞了，我也拿不上呀。我操！我以后这下应该差不多。对不起，这个声音对不起啊。我尝一下啊。还不够啊。黄芥末不够。他对自己这么狠的吗？不是，我一定要吃到上头，就是他那一口上头一口顶。哎，你的冰都化了吗？没有啊，我觉得我这下差不多。其实我真的不是想吃你的面。嗯，我是想尝一尝你挑你的要求，我的要求啊，对，我只是感受一下你的要求。我的要求不够。我这个是吧，有点了，可以那意思了是吧？我给你倒点呗，我觉得可以。我给你盛点，你就尝尝汤吧。你尝汤，你要吃面吗？两根行不行？行，两根行不行？还有人抢我面。一嘴啊，够了！你看，把这个，你这，把这一口，你先把一口面全吸溜进去，完了以后直接把一口吞进去，先嚼两下，再喝口汤。你缺面是吧？我给你夹点面。不用了。你看，没事，来，真的，真的，我会上头吗？不，不上，味道贼好。爽吧？但不上头。哎，不难受一下。可以哈。你觉得这个好吃吗？这个我觉得有点冷。冷面刚才好，你还怎么吃呢？就是泡肉吗？不是，加一片肉，完了以后这样加饭肉搁这儿蘸一蘸，完了以后有什么感想？不够，还不够啊。我还要再，你都倒进去吧，全放吧，这本来也没多少了。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挺能吃的，真的。是的，吃烤肉这方面啊。你吃烤肉第一次，就是其实让我震惊了。我看到鹿晗不会吃鱼面，这么好吃吗？他第一次跟我讲说这个要生菜加苏子叶。那个、肉、辣椒，这个黑白，哇，上头了，塞嘴里，我啊，一口塞，没进去我。上头了，哦，有感觉吗？我这每一口都有感觉。那咱能不能让我再感受一下你新的要求？来，那只能喝汤了。我只喝汤，没有面了。我只喝汤。没法再给面了。鹿晗好小气，不是小气，这我好不容易调出来的，一口干了，你冲着镜头，来，一口干了。加手送吧。加俩萝卜吃，口感一下丰富了。我这汤真绝了。不咸啊，有一点。那别吃了，你要觉得咸，那还有一碗米饭。嗯。把一会儿出门人打死啊！这黄芥末搁多了，哇，得上头，我眼睛都要出来了。你不是你的要求吗？吃哭了是吧？还真哭了。
点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没多大事啊。妈妈，我想吃。自己哎，自己倒的芥末酱。黯然销魂，黯然销魂面上哦，冰块啊。嗯。自己倒的芥末酱，哭着也得吃完。哎呀，这个韩餐啊，你这还是数一数二的，能吃。有点东西。差不多了。结束了，哎，下次看再想想吃什么。冲走了，我们这不是一个正经的，对，就是一个不正经的，不正经的正经吃东西，对对对，对吧？对对对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哎呀。Dream.